乳头解放鼻子空下水，欧阳巧莹话系地心吸力啊！欧阳巧莹、朱自然同埋谢东文等等，寻日就为节目《Big Boys》历险记拜神啦。新节目将会系探索灵异传闻同埋奇人异事。朱自然就直言自己好怕黑，要麻烦队友照顾。讲到佢有绯闻男友谢东文照顾，佢就笑嘢唔使啦，仲有好多好多猛男嘅。自问就够专业，同谢东文合作唔会觉得尴尬啊。另外，欧阳巧莹就表示会挑战直立。为安全起见，就会着连身泳衣加救生衣啊！而提到早前响应解放乳头运动而影咗好多露半球嘅照片之后，就有网民指佢胸部下水啊！佢就话。有啊，佢话我又听到有一个咧好硬耳嘅话，咁后生就塌晒啊！我咁样污住，即系我嗰、那个，即系我系摆紧 pose 啦。首先第一样嘢，咁我咁样污住，好正常。佢有地心吸力噶嘛，即系除非我系假嘅啫。真嘅、我就系想讲呢个 point， 所以我好多谢佢话我塌晒啊。所以其实同埋塌唔塌呢一样嘢，我觉得最紧要就系、是。都是我的啫嘛，我塌唔塌关你咩事啫？同埋喺 Big Big Channel 咧，佢都有我做紧 live 嘅时候，都有啲人问我：，喂，你摆咁多呢啲相上网咧，你觉唔觉得自己好姣啊？好姣，好姣啊！跟住我都，我直写翻佢个名出嚟，我问佢，我话我唔知佢叫咩咩。1231啊，佢個 account number， 我記住咗，我記住啊，問喺度，我就係問佢，我話究竟你係點咧？我話你覺得姣嘅啫喎，我話你覺得姣，你可以繼續覺得我係姣，但係我自己知道自己唔係咯。同埋你講呢一句説話出嚟，你係想即係得到一個咩效果先？即係如果你想攻擊我嘅話，我話俾你知你好失敗咯。其實佢想你回應佢，佢已經我知啊，所以其實佢根本就係想吸引我嘅注意。即係你唔嬲嘅，我唔嬲啊！如果嬲嘅話，一早死咗啦。